今天是咱们神舟十一号飞船顺利完成使命，凯旋回归地球的日子。很多朋友会不会很好奇，这次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共同生活的一个月里，究竟擦出了怎样的火花呢？还真有火，有个炼丹炉，哦不对，是综合材料实验装置，可以炼出一种完美的晶体。这种晶体可以让 CT 机探测精度大大提升。同时，航天员们还在太空玩起了种菜，为将来太空站实现自给自足做准备。在无重力环境下，肌肉退化可就糟糕了，所以骑骑太空动感单车，玩玩跑步机，欢迎来到天宫二号健身房。当然，这些只是航天任务的一小部分，若要征服外太空，还必须先征服时间。然而在太空中要掌握时间可不是那么容易，比如天宫二号在高空高速飞行，要让神舟飞船赶上它，相当于在250米开外射击一只百米冲刺的蚊子。将来我们还要远征火星，对时间的要求就更高了，差之毫秒谬以千里，绝对不是夸张。又比如，航天员在进行太空作业的情况下，计时器也要面临严酷环境、宇宙射线、磁场变化、巨大温差、真空环境、强烈震动等等，都是重重考验。航天表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发挥关键作用，不但可以帮助航天员精准了解太空漫游的时间，掌握任务进度，还能帮助航天员克服太空中的昼夜混乱、生物钟紊乱，让他们与祖国人民保持同步。然而，这样的一款记录太空时间的腕表是从哪里诞生的呢？当然是咱们中国，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世界三大航天表之一的菲亚达航天表。这款表采用复杂计时机芯，在太空零重力下也能精准运作，特有的 AM/PM 指示协助航天员精确读取地球时间，且防磁指数高达国标标准10倍，耐温差范围达到正负80摄氏度，位居国际表盘先锋地位。从神舟五号至今，始终伴随中国航天员训练、飞行，一步步征服太空。正如人类对未知领域的一步步探索，航天表也代表着我国制表技艺的一次次突破。它记录的不只是时间，更是每一次实现梦想的时刻。让我们铭记过往，继续前行，探索永无止境。想第一时间看到这么多有趣的视频，就快点击订阅按钮，订阅视知官方频道。想解锁更多知识，扫描二维码或者打开微信搜索视知，更多新鲜有趣的内容等你来拿。视知，知识看得见。